家好，欢迎来到明媚的日子，明媚最有用，我让你知道。今天主题就是那些年的偶像剧。哇，偶像剧！最近你有看什么偶像剧吗？就是《微微一笑很倾城》《狐狸夏天》，然后就是《姗姗来了》那些。我喜欢看古代的那种玛丽苏偶像剧，《女医明妃传》啊，然后《甄嬛传》这种。《甄嬛传》很难看得懂了，《甄嬛传》。《甄嬛传》可不是玛丽苏呢，我觉得挺玛丽苏的。我追一些台湾的吧，比较流行的《王子变青蛙》呀什么的。好古早味啊，苏北北年龄挺大了。你好古董啊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来开始玩游戏，影视金曲抢麦大赛。我看见中间这两个已经在跃跃欲试、啊，他们已经在讨论，哎，一会儿你上还是我上，我不上你上。我们在思考，你看大牛。那我们现在准备开始，三、二、一。你想到了吗？你就冲。哎呀，这个好熟悉。北极星的眼泪，北极星的眼泪，我哭红了双眼。被淋湿的落叶淹没在心里面，我抬头看着爱。原来你是这么爱看偶像剧的人。小心小心小心。好，夕阳流。我用尽一生一世来将你勾。这是杨幂的原唱吗？对啊，好像啊，声音好像啊。不住流转的目光，独自与我无限爱与被爱的力量，让我能三、二、一，好熟悉，没有印象。是什么呢？初夏的我和你，不同的你，我有同样的想你。狐狸的夏天，很棒。王涵加一分，是我们明媚彭雅琪的歌曲，为她应援。来，三二一，走。哦，恶魔在身边。暧昧让人受尽委屈，找不到相爱的证据。下一首歌。好，请猜。一天贴近你的心，你开心我开心，一天一天我都能跟你，你是我最美的相信。等不到上次做流星雨洒满天际，就只见你放代替。没有说你晚一点。对，太棒了。下一首歌。你身上专属的陌生味道，是我确认你存在的目标。不用来回张望了，直到今夕我们相隔着一个街角。恶作剧之吻，这部剧你知道吗？热播的当年，多少人的 QQ 名都改成了江直树的女朋友，她现在也叫这个。所以江直树是你的理想型是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她就很爱袁湘琴啊，就是她可能比袁湘琴爱她还爱袁湘琴，但是她不会表现出来的。那很烦啊。
他会默默的把一切事情都做好，为你想好了。那为什么不让人知道呢？三、二、一。哎，好熟悉啊！啊，好熟悉！啊！当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。在大门的共享人世繁华，醉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，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。所以你是有看过这部剧对吧？暑假看，小学的时候。所以你要不要试一下演一下？好呀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，演哪一段呀？只要不怨紫薇，啥都好。你不点灯，我看不见你，怎么吃药？还是点一盏灯吧。哎呦！尔康，你在哪？尔康，你在哪儿？尔康，紫薇，尔康，我在这儿。好，三、二、一 ，Take one。你有点灯是不是？尔康，尔康在哪儿？尔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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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哪儿？尔康，哎呀，尔康，尔康，尔康，这个勺子是这个整部戏的精髓。尔康，尔康，你为什么？你为什么看不见了？尔康没有那么高，你不要往那么高看。尔康。你为什么看不到？我在这里，紫薇，紫薇抓我，紫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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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到了吗？我看不到，看不到，太棒了！好，谢谢，谢谢两位。我们准备下一首歌，三、二、一。让我为你唱一首歌，全世界都为你的这份爱，你会明白，你会明白。好，很棒，很棒，很棒！你有看过这部剧，对不对？一起来看流星雨。这部剧给你最印象深的是什么？第一，我不叫位。第一，我现在很愤怒。第二，我不叫位，我叫楚雨荨。第三，如果你们再找我玩这种无聊的游戏，我一定让你们变真的猪头。哇，知道为什么要看吗？是因为要你演。那他这个下面的慕容云海是给我演吗？竟然有个人演吗？苏菲被毛遂自荐好久了。我就是这样的人。Take one。哎，您拽啊！第一，我现在很愤怒。第二，我不叫位。哼。我叫楚雨荨，哼，站不稳，甩头，头太沉。我看现场最大反应的是大牛，大牛，大牛很想演，你知道吗？大牛真的非常的想演，他跃跃欲试，看到没有？其实是，真的可以，真的。第一，我不去拽，我去放牛，跟你说。第二，我不叫喂。我叫楚雨荨。第三，你再找我玩这种无聊的游戏，我真的会生气的。哇，好好呀，你演的。下一首。为所有爱执着的恨，为所有恨执着的伤。泰国、新加坡、印度尼西亚，咖喱肉骨茶，印尼九层塔。樱花草。错。来吧，闭上眼睛。闭上眼睛，三、二、一。丹尼，把你腿，把你按摩，你知道吗？按摩挠痒都没这么轻过。我可以跟在你身后，像影子追着光梦游。哦哦，忘记了。
情深深雨蒙蒙，情深深雨蒙蒙，多少楼台烟雨中，记得当初你侬我侬，车如流水马如龙，记得当时凭一气美什么如月且如虹，啊，情深深雨蒙蒙，时间在你眼中，相逢不问为何匆匆，山山水水几万重。接下来最后一首歌，三二一，三够啊，我的爱只能够让你一个人独自拥有，我的灵和魂魄不停守候在你心门口，我的伤和眼泪化为乌有，为你哭来。今天呢，我们参加那么多歌都是我们曾经喜欢看过的剧，所以接下来会给你们一个成为里面女主角的机会，请看大屏幕。怎么一点关系都没有？你喜欢的人是我，不可以喜欢别人。对，对呀，对呀，我喜欢的人是你呀。可是我有什么办法？你一定不喜欢我。还有一段。啊！我可以走到你面前，舒怀，你站住，不要动，让我飞奔过去，我跑得比较快。怎么办？好想哭啊！啊，那我们可以继续认识。你喜欢我的人会是谁啊？哎呀，哟，还有我，其实最喜欢阿猛了。哎呀！我想知道你的一百分会给怎样的人？好，没有了，回来吧。看完心情怎么样？我的鸡皮疙瘩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进行演技不 NG 的大挑战，将由刚才猜歌的获胜者大牛来分配角色。这个权力真的好好哦。明妹们分别扮演植树、香芹、阿猛、齐月、舒环、依萍、拐杖七个角色，明妹们需要做完指定动作后，完整演绎偶像剧片段的台词动作，台词错误或者未完成任务都得重新开始，在60秒内全部完成才算成功。齐杨柳啊，大牛你是好人，其他都是坏人是吧？好，那你演拐杖。好，对对对，我想找到我心目中的那个袁湘琴，所以我想演江直树。好，下一个。我本来想演那个袁湘琴，但是他想演让给他，我想演何书桓。好，你想演袁湘琴，我已经知道你不会讲话。好的。那你我不想运动，我不想跑步。依萍，依萍，依萍要跑步的呀。你要飞奔。那你演齐月，你演江直树。好，好，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赶紧来吧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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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嗝儿，你喜欢的人是我，不可以喜欢别人。妈妈，对啊，我是喜欢你啊，可是有什么用呢？你又不喜欢我。好，加油，赶紧赶紧赶紧，黑化肥发灰，灰化肥发黑，黑化肥发灰灰挥发，黑化肥发灰挥发黑，黑化肥挥发发灰挥挥发。哦，三没说台词啊，是好失败。继续喝，你好自在嘛，继续喝。他要当江直树，让他当个够，非常后悔。三二一，喝。你喜欢的人是我，不可以喜欢别人。对啊，我是喜欢你的，可是那有什么用呢？你又不喜欢我。
黑化肥发灰，灰化肥发黑，黑化肥发灰，化肥会挥发发灰，黑化肥挥发。你站在那里不要动，我可以走到你面前来。三，快转转转，说。失败。加油。你喜欢的人是我，不可以喜欢别人。对啊对啊，我是喜欢你啊，可是那有什么用呢？你又不喜欢我。灰化肥发灰，灰化肥发黑，黑化肥发灰，灰挥发灰，发化肥发灰，会发黑，黑化肥挥发发灰，会挥发。你站在那里不要动，我可以走到你面前来。加油加油加油。志恒，你站住！你不要动！我现在纷纷过来，我跑得比你快。哎，公主抱，公主抱，不是，一二三，让我看看，转一圈，让我看看剩下的右手，转一圈，会喜欢的这是谁？哎呀，等一下，是江吗？好，挑战失败，继续。菲菲，咕噜，你喜欢是我，不可以喜欢别人。对啊，我是喜欢你，可是那有什么用呢？你，拜拜。好，重来。我突然间渐行失忆了。不知道多少次喝汽水的戏开始。你喜欢的人是我，不可以喜欢别人。好，跳。好。对啊，我是喜欢你啊，可是那有什么用呢？你又不喜欢我。黑化肥发灰，灰化肥发黑，黑化肥发灰，灰发灰化肥发灰。挥发黑化肥挥发发挥会挥发。你站在那里不要动，我可以走到面前来。师傅，你站住不要动，我飞奔过来，我跑得比你快。好，让我看看剩下的右手，最喜欢的会是谁？一二三，你们用时是48秒，你们需要一起投票选出本场的 MVP。 苏北北，苏北北，哇，真的不容易啊，恭喜我们的北北。然后呢，我现在要给你颁一个奖，这个是最抓马明媚奖。谢谢明媚的日子给我这个机会。哦，我等会再说。并且你还获得专属 Doki 时刻。 Doki 哇，真的不容易，真的不容易，拿去吧，拿去吧，拿去吧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我们的北北，谢谢我们的所有妹妹们。今天的时间到这里了，明媚最有料，我让你知道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我的爱只能够让你一个人独自拥有，我的灵和魂魄不停守候在你心门口，我的伤和眼泪化为乌有，为你而流，藏在无边无际小小宇宙。如果喜欢我的话，就来 Doki 为我点赞吧。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，请进入微信搜索腾讯视频公众号，回复我的名字就可以全部看到了哦。